咁如果講到公司係 Porsche 咧，咁文化當然一定係個根啦。如果要做一個穩同埋強大嘅公司，文化係必須嘅。文化可以令到我哋 IPG 好容易喺市場上吸納好多的人才。做得快係肯定靠人，如果要做得穩係肯定係靠機制，但係要做得遠係肯定係靠文化。好高興今年我哋攞到 Best Practice Award， 因為同行嘅有好多。喺呢個市場，我哋唔係要成為最 top sales 嘅一間地產公司，而我哋最注重嘅咧就係專業嘅服務態度。呢個亦都係我哋公司嘅責任。而我哋想成為發展商同顧客最信任嘅夥伴。我哋賣嘅唔係單單只一個屋，係一個家。而我哋 IBG 嘅位置係發展商同埋買家之間嘅聯繫，係幫助更多嘅年輕人實現佢哋嘅夢想，揾到佢哋理想嘅家園。對於投資者嚟講，呢一個唔係一個產業，係一個商機。喺呢個行業入面，我哋最可貴嘅係我哋可以帶出我哋嘅價值，呢個就係我哋 IBG 嘅使命感啦。首先喺度好榮幸、好高興可以代表 IBG 去攞呢一個 Developer Preference 呢個獎項啦。要好衷心咁多謝好多發展商佢哋嘅信任同埋無私嘅支持，令我哋可以得到呢個獎項。希望以後可以有更加多嘅發展商同我哋一齊再創高峰，創造更加多嘅輝煌成績。多謝。很榮幸代表公司上台拿這個獎，像這個獎呢，不是意味著我們做了多少的業績，而是代表著多少個人相信我們，給我們機會，選擇了我們。我們 IBG 相信決定性的不是那個數字，而是那份我們剛剛入行的那份初心。今天很高興能夠代表 IPG 來拿到這個 Regional Central Award， 在一個這麼激烈的環境之下，我們怎樣可以就是我們抱住我們的初心，抱住我們的熱情而走到今天的市場好還是壞，我們都秉持著我們的目標去前進，透過最有效的系統、最完整的教育，才可以令到我們的 agent 以最佳的狀態去服務大眾。我们是在去年2018年南下柔佛开拓我们新的市场。身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城市，我们绝对相信新山的市场是非常有潜能的。当然在这里要非常感谢我们新山的发展商不断给我们机会合作配合去尝试。接下来呢，我相信我们新山的伙伴们会做得更好更精彩。谢谢。今天好开心可以代表我哋本公司 IBG Malaysia 喺 Starbucks Award 呢一個咁大嘅產業平台得到呢一個 All Star Agency Award 2019，咁樣呢一個獎項咧就係代表住我哋成間公司全方位，無論系統、我哋嘅業績或者係我哋嘅文化上面都做得非常之標青嘅。我哋嘅目標係無止境嘅，所以我哋會不斷咁保持學習嘅心態，去一路改變、去一路改進同埋進步我哋嘅系統，直到成為你最喜愛嘅 IBG Malaysia。今日好開心啦，因為我哋可以攞到8個獎，咁其中幾個獎係我哋最 proud 嘅獎，就係 Best Practice 同埋 Culture。因為 Best Practice 對我哋嚟講，呢個係好重要。因為我哋喺3-4年入邊冇得到好多嘅 complaint， 亦都係 zero complaint， 所以Board of Valuers 正會 endorse 我哋。呢個係亦都我哋會一路會去注重同埋堅持嘅嘢。我哋想 build 嘅文化就係希望每一個 agent 入到嚟我哋公司都係可以賺到錢，同埋就算我哋唔可以確保到每一個 agent 入到嚟一定賺到盤滿缽滿，但係最少喺呢段期間，他們可以學到的東西和做到的東西是開心的。每一個買家和投資者幫我們買的話，他會有最好的 consumer experience， 我們想他們得到最好的服務態度和專業的 advice， 這個是我們想他們得到和擁有的東西。